大姐，我知道你们对小涛的事情对我有些怨恨，但是我认为小孩子不应该成为牺牲品，小涛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请允许我们继续为小涛提供帮助。我相信没有什么误会是解不开的，我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。 朱总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，你这是恩将仇报。人家可是把小涛上大学的钱都给咱了呀！你现在已经跟朱总闹掰了，你钱得不要，这钱你出啊？不，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人活着一辈子，最重要的是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 你这种昧着良心的事儿，我做不来。你给我回来！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赶过来了。可为什么你们转院都不告诉我一声呢？哎，朱总，是我们对不起你啊！ 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赶紧起来！是我们鬼迷心窍了呀！快点起来！有话慢慢说，好好说。出大事了！郭英海出事，那孩子，他父母决定撤诉了。真的？啊？为什么呀？ 管他为什么呢？大家老大那边先说令，你赶紧广而告之，通知客户快。红星呢？各位媒体朋友，我们今天请各位来，是为了要完成之前我们对社会许下的承诺，向各位报告游乐场事件最新的进展。首先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。 小涛在经过医院全力的救治之后，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了健康，大概还需要一周的观察时间。如果没有大碍的话，就可以出院了。我们先来看一段小涛的视频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，我现在可以正常的和小朋友玩了。 关于网上疯传 PH 员工诱导孩子参与危险项目的传闻，我们内部进行了清查。在小涛清醒之后，我们出示了所有参与光阴海项目女性员工的照片，让她逐一指认。经过小涛再三确认，当天唆使她上跳楼机的那名女性员工，并不是 PH 的员工。你看看，是她吗？ 不是，是他吗？不是，是他吗？不是。张总，请问你怎么能够保证真正主使人的照片就在其中？刚才提出质疑的这位记者，我作为 PAG 的行政副总，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PAG 公司所有员工，包括保洁人员，都与公司签署了正式的劳务合同。 事发当天，所有可能出现的女性员工的照片都交由小涛进行现场辨认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邀请了第三方的公证人员进行了全程监督。那你们刚才放的这段视频也不能成为证据吧？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和孩子之间有过什么灰色交易呢？ 这位记者，
你刚刚说的灰色交易，这件事情确实有人在背后捣鬼，不过不是我们，而是另有其人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警方已经抓获一个蓄意污蔑、诽谤光年海项目的犯罪嫌疑人。经过预审，初步情况已经掌握，我们正海集团和 PAG 将保留对造谣人的法律诉讼权利。各位媒体朋友。 希望你们继续关注事件的真相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小涛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了。如果还有任何人对这件事情有质疑， 欢迎去医院查询。我相信这件事情的真相，最终会透过警方向社会大众做一个完整的呈现。但是作为观音海项目的执行方，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，我们也出台了一个新的安全措施，就是在每一个游乐设施都增设医疗团队，对心跳、脉搏、心肺功能等进行检测，进一步主动保护游客的安全。 欢迎大家来到观音海，享受安全升级的亲子互动欢乐时光。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。 为什么你们华盛公司要让你去找小涛的父母去状告 PAG？ 你们怎么做的理由是什么？警察同志，我就是一跑腿的，这老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没那么简单。那你还知道些什么？都说出来。好，我说。光阴海这次事故，都是陆明背后捣的鬼，这事儿全都是他一个人策划的。 他就是想害 PAG。啊，人生就是这样的吧，是吧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<笑>这一次的意外呢，不仅打消公众啊对光阴海和项目的全部误解，这也让公众对我们的安全举措更加安心了。 侯杰，行啊，厉害厉害啊，干得漂亮啊！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，呵呵我看用不了多久你可以超越我了，啊！这话说的还是不着调啊！啊，我顶多厨艺可以超越你。哎呦，侯杰，你知道，光阴海这个项目呢，是我多年来的心愿。 做这个项目，我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我就是要弥补我对潇潇这么多年来感情上的亏欠。再来呢，我就是希望这所有的家庭到了光阴海之后，他们能够找到欢笑。那现在事实证明，我这两个想法快达成了。那这个项目呢，从诞生、萌芽。 到成型成长，这每一步都是靠着你的帮助。所以，作为 PAG 的客户，或者潇潇的父亲，我都应该跟你说声谢谢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，你要这么要当朋友，就别跟我客气。啊，老段，<笑>我说真的，这把年纪啊。 还能交到像你这样的知己，足矣，足矣。说真的，您能把我当朋友，我已经感到非常荣幸。但说到知己，我觉得有一个人比我更有资格。谁啊？他跟你志趣相投。
而且一眼就能看透你，是谁，我就不说了。毕竟事情说破了，就不美了。但是吧，你也别藏着掖着，啊！人生要活在当下。老段，你不用谢我，要谢，你就谢世上的这份善良吧。其实我一直相信人性本善。 我们做基金会，不就是为了让整个社会都能感受到一份希望和爱吗？是啊，理念一致，理念是一致。别看，知道我老段，家大业大，什么都有。 怎么说呢？我其实自己心里空虚的很。每当回到家里面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。尤其潇潇不在的时候啊，回到这么大一个家，让我觉得真的很寂寞。那这一阵子呢，我这种感觉又特别特别的强烈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。 是老了，别说的那么悲观啊。年龄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心态。真的，我是觉得自己年纪一把了，然后这企业也上轨道了，这要什么有什么。可是我总觉得我这生活里面我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。生活里面我想找一个这个谈得来的人，我都找不到。 好不容易遇上了呢，我又怕我自己，我没有那份年轻人的自信去表达我的真情，真的。来，那我今天我这是要跟你说的就是，我不想再那么担心下去了，怕我自己的年纪大，然后对你这份真情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下去了。 我就要那么说出来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段正方，所以，我今天约你来，我就是要跟你问一个答案。老段，今天真的要聊这么严肃的话题吗？你给个态度。老段，你真的比我勇敢。嗯。<笑>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。 但是我觉得，我们之间确实有一些障碍，比如说年龄的差距，比如说你的家庭、你的孩子，你觉得我们真的合适吗？当然了，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特别开心，真的特别开心。嗯。 可是，我有我的问题。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忙工作，其实，在感情方面，几乎是空白的。我不太知道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我。你如果真的想让我给你一个答案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想明白了，我一定告诉你。 嗯，有态度就好。上官，出事了，你得救救我！你别急，你慢慢说。丽丽姐今天又不在公司，电话响了，我就接了。接了电话，那女的就说要问丽丽姐要钱。 最后我才知道，他就是活动现场当天骗小涛上跳楼机的那个人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温丽丽也有份。我不知道啊，Paul，你这次真的一定要相信我，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虽然丽丽姐以前，但如果这次我真的知道她会这么做，你借我八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。老大，我明白了。 温丽丽肯定早就跟陆明勾结好了，俩人联合
他们的计划要是成功了，无论是对 PAG 还是郑海都会有大麻烦，真是万幸啊！我这就去找苏菲亚，把文丽你交给警方处理吧。你稍安勿躁，我自有打算。请问你就是马英吗？ 你好，你们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找你什么事，你不清楚啊？那我提醒你一下，那天在光阴海。什么光阴海？我不知道什么光阴海。没看新闻，没关系。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是不会来找你的。马小姐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并且握有确切的证据，知道有人指使你。 带着小涛上了跳楼机，我愿意相信你是受人利用，并且此前你并不知道小涛的真理状况，但是你依然涉嫌故意杀人罪，你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所幸孩子没事，你现在如果愿意去警察局把事情交代清楚，我相信法官会从轻量刑。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知道那个孩子有危险，我万万不会干这事儿，真的。自从出了事，我这心里每天都后悔一万遍。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我知道，我了解。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，是不是这个人指使你的？嗯，就是他。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Masa 告诉我的。Masa， 他成你的人了。他不是我的人，他也不是你的人。或许你忘了，我们都是 PAG 的员工。这份合同，你应该不陌生吧？ 这又怎样？你想说什么？身为 PAG 的一份子，你怎么可以出卖自己的公司，背叛自己公司的利益？你有把自己当做是 PAG 的一份子吗？莉莉，说实话，之前你在公司的所作所为，我都觉得情有可原。 不管你怎么样的把业绩往自己的部门上揽，不管你怎么样排挤其他的人，那是因为你想要当 CEO， 我觉得可以理解。但是当你教唆别人把小涛带到跳楼机底下的时候，你就犯了大错。你怎么可以罔顾别人的性命，不择手段的想要去得取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呢？ 所以，作为 PAG 的现任 CEO， 以及你曾经的同事，我首先要告诉你 ，PAG 不欢迎你。其次，作为一个人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虽然我的个性是除恶务尽，但是我相信，没有谁不会犯错。 而且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所以我劝你，去自首吧，替自己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。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一丝善念的话。
我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你们。诱导小涛上跳楼机，是我安排的工作人员。知不知道你的这种行为是会出人命的？我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很后悔。我觉得是仇恨蒙蔽了我，让我失去了理智，才什么都听陆明的。陆明？要不是他。 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愿意提供陆明违法的录音证据。你就是陆明？我是啊。怎么了？你涉嫌一起恶意竞争案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什么叫走一趋？你们有证据吗？ 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是不会来的。走吧。你真的要离开 PAG 啊？离开 PAG 就是我的第一步。啊，我总要学着自己独立啊，不能老依靠你跟我爸。 我支持你。你都没有舍不得我的样子了。那就像你说的，又不是见不着面了。好吧，一会儿陪我去个地方吧。行啊，哎，先说好，你车速不能太快。 好啦，大叔，老年人。原来是来这儿啊！我还以为又要去什么稀奇古怪的地方。还有你没想到的呢。啊？是什么？大叔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这个院子，我每次来到这里。 小时候那个怕黑怕孤独的自己，就出来了。那个时候爸爸忙，妈妈身体不好，每天就是我一个人守着这个院子。我记得我那会儿总是哭，我现在站在这儿还能感觉到那会儿的孤独感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就是要记住这种感觉，我要告诉自己，我长大了，不怕了。 张红星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，特别特别喜欢。自从我家搬离这个院子之后，生活条件就好了，爸爸就有钱了，我的身边也从来不缺人了，随时可以有很多的人陪着我。可是不管有多少人陪着我，我心里的孤独感一直都在。除了跟你在一起。 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我真的爱上你这个人了，还只是迷恋你给我的安全感，或许只是想从你身上索取到点什么。如果爱情是付出，不是索取的话，我能对你的付出就是成全你。今天把你叫到这里来。 是想跟过去告个别，在这个给我力量的男人面前，跟这个男人告个别。我心里的孤独感没有人能帮我，我必须要自己走出来。我一定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啊，才会有更好的未来。 你一定会更好的，你会越来越好。最后再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。看着我走，直到看不到为止。
拜拜了。你怎么了，上官？要不你骂我两句吧，我心里也能好受一点。我为什么要骂你啊？你说我在 PA 街一天到晚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我想辞职，我根本就没有脸再回去上。大家都知道这一切是温丽丽策划的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不用替她去背黑锅。是，我没有直接的参与，但那天记者发布会我也没做对什么，不是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们老大是一个分得清楚是非黑白的人，我想他会给你一次机会的。如果他不同意，我去帮你求情，好吗？其实。更希望说辞职的那个人是我，但当然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啊。其实我一直都幻想着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会答应跟我在一起，那么我一定会去选择辞职，我去找一份新的工作，我还会更加的去努力，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，我要给你买很多很多你爱吃的东西，给你买很多很多你爱穿的漂亮衣服。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全部都买给你，你也不用每天工作的那么辛苦，你只需要去尽情的享受生活带给你的快乐就够了。上官，你怎么？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你根本就没喜欢过我，可是喜欢一个人，并不一定就非要跟他在一起啊。我这辈子能够遇见你，我已经很幸福了，真的，我很幸福。所以不跟你在一起又能怎么样？反正该做的我已经做到了，没有什么遗憾。先送你回家吧。上官，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。啊？我说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以前因为我上司是温丽丽，你上司是张红星，而且你也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你爱我呀。我爱你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亲手织的，送给你，妈咪。你亲手织的？嗯。织的真好，比妈妈都厉害。这个是妈妈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我过生日那天，你去看过我啊，我的样子让你失望了。我也内疚了很久，不过今天你能来找我，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。妈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
我今天见到你的时候，看到你那么努力，我也特别的开心。宝贝，谢谢你今天能给妈妈补过这个生日，我真的太高兴，太高兴了。你高兴就好嘛。李哥，老段，怎么样？我今天约你来，是想跟你说我要走了。走去哪儿？我订了周一去云南大理的机票。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开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幼儿园，说那儿的孩子都在大自然的环境里学习、玩耍和成长。我想去看一看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对不起，正因为我给不出你答案，所以我想我还是走吧，也好让我再好好想想。怎么样？哎，帮我订一下周一去云南大理的机票。合约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再签吧。理由？没理由。陪你去。老不着调。No， 这次我觉得我特着调。我先到。你幼不幼稚你？回来了，赶紧洗洗手吃饭。哇！洗手吃饭。哇妈！松鼠桂鱼。我洗手啊。对呀、啊。你好不容易能安心在家吃顿饭，我不给你补一补啊？再说了，我今天啊请了贵客。贵客？谁啊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赶紧开门。谁呀、啊？这么神秘？曹操。嗯。小关，这鱼合不合你的口味、啊？好吃，谢谢阿姨。那就多吃点啊。今天生意饱口福了。嗯，多吃点。嗯，来。你叫美洋来吃饭的，没跟我说一声。美洋是我请的客人，跟你说什么呀？爹地，难道你不希望关阿姨来呀？你这是在挑拨离间吗？小关，那个这段时间啊，就谢谢你照顾我和彤彤，我在这儿啊，谢谢你。哎，阿姨别这么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什么事情是应该的呀？不过，红心啊，那个小关那儿还有穆迪，让他这么来回跑，你不心疼啊？阿姨，我没事的，您跟彤彤也是我家人，嗯，你们把你们照顾好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对对对，家人最重要。嗯，你们什么时候把婚礼办了呀？过一阵子，等公司没那么忙的时候。关阿姨，您把这个回去带给穆迪，他要不会玩，可以下回来找我，我教他。怎么那么好？我代表穆迪郑重的谢谢你。你真乖。
来来吃。我反复考虑了很久，我觉得我还是不适合干 CEO。我还是想回去做我的老本行。好啊，只要你开心最重要，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反正未来的路呢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。我就知道你能够理解。如果你还是想回广告创意部呢，我帮你留意一下。我可是最好的 headhunter。但我很贵的啊。先把合约签了吧。不然你付不起我钱怎么办？你不会连合约都带了吧？对啊。当。户主改成你的名字，好不好？真的不改变主意了吗？嗯。好吧，我会将你的报告呈交给总部。其实你的离职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不做 CEO 了，可以继续做你的 ECD 啊 ？PHE 已经有了一个充满潜力的 ECD， 假以时日，一定可以独当一面的。你是说上官？张红星，我作为 PAG 的新任 CEO， 我命令你马上回到创意总监的岗位上去。从现在开始，不管我去哪里，你都是我永远的 CEO。但是这个玩笑还挺好笑的 ，PAG 的新任 CEO， 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认真的。